我是虎弟，那目前跟到前面那目前周虎哥刚下车，然后要走到里面。虎哥前往，小心啊，小心！虎哥前往，我们跟着虎哥前往反铁笼公投的现场。你到，你去投先。好。我们继续跟着虎哥的脚步哦。上街头，来，我们慢慢的往会场移动。好，我们看到现场这边很多的群众，好，我们跟着虎哥过来。哇，这边热情的群众，对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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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现场的警察也辛苦了，因为他帮我们辛苦的维护交通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虎哥跟人群走在一起，我们一起前往反铁笼公投、反独裁政府的会场。看到有重启合适的一群就辛苦的志工，那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合适重启公投也会顺利的被推行。重启合适，来，我们看到重启合适的志工们很辛苦，哇，重启合适的志工们辛苦的帮忙推行自己的理念。哇，这边很多热情的群众。哎，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好，那我们这边很多热情的群众找我们的县长拍照。县长好！哇，好，以和养绿的县长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谢谢谢谢！五哥分别跟群众打招呼。加油！加油！五哥加油！我们虎哥也是支持重启合适的，那如果有群众，那现场有观看的也记得捐助我们的合适重启的公投。哇，这边群众太热情了。那是我手机今天就修忘了现场的群众非常的热情，那我们一起来支持以和养绿重启合适的公投哦。哇，加油加油！哇，这边现场人非常非常的多，我们也是缓慢的前进。非常棒，非常棒。那我们虎哥今天穿着国民党 KNT 的制服，他辛苦的跟努力的跟在场每一个人问好，国旗发送站。这个，我们做了这么多人，谢谢。
我们今天准备了中桥供水站跟小国旗发送站，哇，还有感谢很多这边很热情的群众，还有志工。对，谢谢看到我。哇，这边群众真的太热情了，哇，好多好多好多。都是辛苦的志工们，然后我们的虎哥跟他们不断的挥手，好热情的群众，太好了。感谢很多群众在政府啊，谢谢，撞到人家了，小胖子撞到人家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好，哇，这边群众实在太热情了，哇。跟所有的打招呼的群众握手，并且与他们对话，这是虎哥非常接地气的地方。我要从后面给我握个手。所以共同为了全民。哇，我们这边现场人非常非常的多，我来拍拍看哦，来哦，我们看一下哦，非常的多，我们真的会缓慢缓慢的前进，来努力的往前。立委要为大家介绍，是我们这块土地上面的英雄，他们默默无闻，他们热血澎湃。去年曾经没有任何的资源，靠着他们对他们自己议题理想的坚持，联署公投，这是在台湾土地上面至高无上的权利，没有人可以。今天我们手拉手的站在一起，要让蔡英文知道，人民不是好欺负的，对不对？为大家欣赏，他们都曾经发起公投。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以和养绿公投，黄世修。听到我刚刚黄世修站上台了。孙继正欢迎，好吗？行动联盟黄竹真欢迎，大成功社区发展协会秦志贤欢迎，复数票协会张天双欢迎，欢迎核能姐妹公投廖燕鹏欢迎，各位朋友，我们用最温暖的掌声。太热情了，群众太热情了。为共同学识两字有理想的年轻人，我们首先就欢迎以和养绿公投的领衔人黄世修。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以和养绿公投领衔人黄世修，今天跟大家先一鞠躬。去年以和养绿公投。六成民意支持核能，所以过去民进党说他们要核四公投，结果现在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核四公投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今天所有人站在这边，周县长就是因为蔡英文为了自己的连任没收了2020核四公投，对不对？有些人说被没收没关系啊，只要国民党拿回政权，何事就可以重启。
我告诉大家，星期三的时候，国政院举行声明会，五位总统的参选人异口同声的支持以和养绿。结果这两天，民进党就用国家的资源，动用1450，铺天盖地的抹黑这几位总统候参选人。所以我们要有魄力的总统，我们要有坚强的民意做他们的后盾，对不对？在各位支持以和养绿的朋友帮忙下，我们已经有将近300,000的连署。有人说公投被丢到2021年了，蔡英文不怕我们连署？如果我们连署300,000份，他不怕；500,000份，他不怕。但是哦，注意哦，如果我们连署远远超过100,000份、200,000份，他怕不怕？所以，前面现场，大家是不是手上都拿到一个白色的信封？在各位旁边的箱子里面有一张白色的信封，请举起来给我看一下好吗？举起来给我看一下吧。可以传。对，今天我们100,000人在这边，继续在这边。如果只是喊一喊，那只有一天的新闻。我们要有连续下去的行动。各位手上的这个联署书，就是蔡英文最害怕的核四公投联署书。我告诉各位，他有多害怕核四公投。他害怕到动员60几个立委，一天之内修公投法，剥夺掉我们投票的权利。所以蔡英文越怕，我们越要签。蔡英文以为修公投法他就可以高枕无忧，我们要签到他每天都睡不着，我们要签到他吃不下法国料理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信封里面都有5张联署书，请各位可以多拿几个信封，多印10张、20张，一个月之后他左邻右舍签回来。在今天跟大家说不好意思，但是只要贴8块钱的邮票，我们就能在一起拉下这个专制独裁的蔡英文政府，对不对？我告诉大家，只要我们连署到100万张、200万张，我们一定可以把蔡英文赶下来。而且我们要叫民进党把核四燃料棒的钱给吐回来。在哪里？钱在哪里？在梁耀仁的离岸后面。他把我们老百姓的钱拿去爆我们飞蛾家的生存牌。你杜烂的，杜烂的。所以，请大家今天结束之后，一定要在一个月之后把50万张、100万张、200万张的核四燃料棒签回来。我们在9月底前把100万张、200万张送进中选会。所以再次恳求大家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确保民进党下台的勇气给签回来，保护国民党的总统跟立委的候选人，对不对？有很多呀。我说配合家园，大家说就是卖台，配合家园就是卖台。我说没收公投，你们说就是独裁，没收公投就是独裁。加油！
韩国的。跟头的制服，那他有没有想一想？
就好像回到了什么样的场景？林主席，林毅主席，我们现在在落实当年的梦想啊！坐下来，请你出来说一句话，还我公投，现在到哪里去？我们呼吁林主席，请你说来一句话好吗？好。接着下来，我们介绍后面的团体。是的，今天有非常多的团体到我们活动的现场，他们有话说，但是他们无处可说。过去遇到了委屈，再不行跑到监察院去。这几年监察院出现了不少的恐龙监察委员，真的不行去大法官视线，直接拿到大法官眼前。他们无处诉愿，只能靠公投。所以今天如果把口公投在二铁笼关起来的话，这些团体的冤屈冤屈无处可去。今天我们就介绍今天到场的八百壮士，捍卫中华协会吴思怀理事长以及所有八百壮士的伙伴。谢谢以前的好朋友，为我们国家的英雄欢呼鼓掌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吴思怀加油！接下来我们欢迎当教军警的小团体上台。同学加油！一起上台，再来就是中华民国公教军警校军退休人员。联合总会，总会长，总会长刘胜良带领之下上台，以及我们中华民国退休警察人员协会，整个耿聚文总会长，以及所有的好伙伴一起来到台上来，还有全国农会的农田水利会，还有农田水利会联合会会长林文瑞，中华民国全国农会理事长萧景田理事长。要加油啦！我们肯定都要争取啦，靠就靠去啊！兄弟啊，要把名字都要拿下来啊！接下来，我们来邀请我们中华民国公教军警消息退休人员联合总会，我们的刘胜良总会长来为大家致辞。大家好，全国民众、电视机前面的各位乡亲父老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冒着非常炎热的天气来参加今天玩铁笼公投，这样精神就是我们的遥远成功的精神，对不对？对。民进党执政三年多来，让我们老百姓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，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不满，对不对？对。尤其是很多改革都是违背老百姓的权益。像党产会的改革，像一立一书的改革，等等等等，这些进步难书，老百姓现在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痛苦。所以，尤其是我们这个公投，大家都知道，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，他们民进党有一个立法委员叫做蔡公投，他说要将公投的门槛降低，居然啊，我们降低之后。然后这一次的选举，让我们所有公投的这个项目，他们完全不举办超发一人一人公投等等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站出来，要反对铁笼公投，团结老百姓的权利、民主的权利，好不好？好。无论如何，在今天我们大家精神一致，我们在明年2020年元月11号选举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，我们国民党的立法委，好不好？好。只有我们在立法院多数的话，我们才能够
反制民进党，也才能够叫民进党蔡英文下台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让蔡英文下台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团结，大家团结，好不好？好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请接着下来，我们还有全国劳工的团体也请上台，还有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副理事长郑光明副理事长，还有全国妇女团体中华民国妇女总会理事长叶慧茹也一起上台，好不好？欢迎你们。接下来我们请八百壮士的吴志华将军为我们说话。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，我先问各位几个问题，请大家一起回答我，要不要蔡英文下台？要。要不要民进党下台？要。要不要重返执政？要。我们八百壮士代表多数退伍军人，在立法院门口搭帐篷白锅造饭485天，民进党政府不理不睬。9个月选举，我们八百壮士的袍泽们从高雄三山造势，台南嘉义台中台北澎湖宜兰每一个地方，我们的退伍军人无一不语。今天我们走到大法官视线召开延迟辩论庭，国民党只有一个生路，初选完成之后团结才能胜选。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支持的对象，这是正常现象。我们只希望团结的国民党拉下可恶独裁的民进党，希望大家一起拉下民进党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最后再问各位，蔡英文要不要下台？要。民进党要不要下台？要。国民党要不要重返执政？要。就靠大家的努力，初选完毕，我们只有一条路，团结对付民进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吴志华将军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请到我们的耿继文理事长来为大家致辞。谢谢各位在场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。好。来到会场之前，我们刚才在监察院门口举行一个追悼活动，因为前几天铁路警察嘉义所的一个小弟兄叫李成安，他为了保护自强号列车上的民众安全牺牲自己。各位，我们退休警察看了太多的今天功绩明天忘记，各位记不记得3个月以前蔡英文政府说警察太多了，所以就有流浪警察出现。可是当李承安牺牲生命的时候，蔡英文跑去作秀说你警察要钱给钱，要人给人。各位，这是什么样的政府？这个就叫做混蛋政府，对不对？我们很痛心李承安他的家人碰到如此天人永隔的悲惨情形，他的牺牲我认为政府亏欠。因为很多的退休警察消防人员在职的时候都是牺牲奉献，勇敢付出生命，可是蔡英文政府没有给我们尊严，没有公道。今天
爱民行动的真正节省关系，你承担。好红的真真小姐，她关心你承担。我看到她真情的流露，非常感动。各位好朋友，今年如何如何不公平？我们出的目的，等到国民党的候选人出以后，我们要上台，非常不同，好不好？直播，敬请期待。